你对你的小硕硕刚才英勇救人的行为有什么想法？我的小硕硕，你也可以叫你的小甜甜。小甜甜，嗯，我挺，没想到吧？我进步了。 我还是睡沙发吧。别动！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我还让你睡沙发？我还是不是男人？哎，你把家里的医药箱拿来吧。怎么了？你脚还痛啊？那我让医生过来。不是我，是你。 箱子倒下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的肩膀没事吧？没事，真的没事。 是我，送你进公司的人也是我，我不会让你在我的身边出一点差错，也不允许有人在我的眼皮底下伤害你。放心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是我。
顾西城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呢。怎么了？我有点睡不着。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？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有点害怕。没事，我陪着你，睡吧。走。走。睡得好吗？特别好。我枕了一夜，疼不疼？男人嘛。哪有这么容易痛来痛去的？你先醒醒再起床，我去给你准备早餐。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晴天就好了。喂，锦溪啊，我是你爸爸。谁？你说你是谁？我是你爸爸贺振东。
爸爸可想你了，想你想的都快生病了。你啊，跟那个华研集团的顾西城，明天一块回来看看爸爸啊。你要是不带他来，我可就直接上华研去找你们了。哎，不行。锦溪啊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锦溪。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啊！你爸跟你雅珍阿姨想你都快想死了。爸，阿姨。哎，乖，来。先进屋再说啊！等等，西城吧。哟，顾老板，你看人家顾老板，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啊！屋里请吧。走吧。请。哎呀，一会儿记得找顾西城合影，不然你到时候谈融资都没法证明是咱们女婿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来，西城、锦溪。你们先坐着，我到厨房给你们拿咖啡。南美空运过来的咖啡到了，刚煮好的。顾老板，你们先坐一下啊。哎呦，顾老板！哎呀，顾老板，我看不如今天趁着咱们一家人团聚，咱合个影好不好？哎，小王，哎，来来，帮我们合个影。哎，好嘞。雅珍呢？来了。雅珍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我不想照。锦溪，照吧。今天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我不想照。怎么还跟小公主一样闹脾气呢？来来来，照一张，给你爸爸个面子。锦溪说了，她不想照。行行行行，那就不照，不想照，不照。咱喝咖啡，啊，顾老板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喝咖啡。哎，喝咖啡。锦溪啊，你这么多年也不回来看看爸爸，爸爸可想你了，以后有空的时候就到家里边来住。锦溪在顾家住得非常习惯，和我也生活得很好，所以没有必要搬回来了。是是是是。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准备了个小礼物，跟爸爸去看看好不好？我去去就来。好，走吧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你看看。虽然你多年不在家里生活了，但是爸爸把你的房间打扫的一直是这么干干净净的，你说爸爸是不是对你很上心呢？那谢谢您了。谢谢。所以说呀，你是不是得报答一下
你爸爸对你多年的养育之恩呢。您的这份小礼物还真是让我惊喜呢，我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哎，你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找他要，让他拿呀。这些钱啊，在普通人那儿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，但是在他那儿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。你让我向西城要钱？什么要不要的，我说的那么难听呢？情侣之间互相帮助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爸爸呀，前段时间哎呀瞎了眼了，投资失败了，这回啊你可得帮着爸爸把失去的那些钱连本带利的都赚回来。就让他呀在这上面签上顾西城三个字，他就救咱们贺家了。贺家怎么样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再说一次。有些事儿啊，我本来不想把它说破的，但是看来今天你非得逼着我要把那些事说破，是不是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十几年没跟着爸爸在一块生活了，你是不是连自己是谁的女儿都不知道了？妍希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？我难道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吗？你在自己的亲爸爸面前跟我装，有件事儿你肯定不知道。当年你跟你妈妈离开我之后，你的姐姐她这么多年到今天就没叫过我一声爸。你刚才在外边叫我什么？你刚才在外边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你不是锦汐。我问你，花颜总裁的顾西城，他是不是不知道你这个妹妹在替姐姐谈恋爱吧？你要怎么样？你不用紧张，你们姐儿俩呀，怎么折腾我都不管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只要能帮上家里的忙，那就是好孩子，知道了吗，妍希？你有本事去告诉西城，我保证你一毛钱都拿不到。你非要这么绝情是吧？好，反正都是死，我就拉上你这个垫背的。锦汐，拿着，拿着。怎么聊这么久还没出门？担心你，走吧。不回家吗？先去个地方。怎么了？看你不太开心，所以带你来吹吹风。
你们部门是罢工吗？总监不在，贺锦熙也不在。我们总监请病假了。至于那位高高在上的贺小姐，还不是仗着没人管，翘班呗。考勤表上明明写着他出外勤，工作的时间不要总针对别人，还嫌部门不够乱吗？部门对接，下午交过来。Miki 姐，我不会啊。大姐，你有什么话你快点说不行吗？外勤结束还要早点回去呢。他要是不喜欢我就直说呗，现在这样算什么？天天陪我接单，但是又完全不提喜欢我的事儿。哎，难道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我都已经原谅他了。我觉得也许你已经够明显了，但是他 get 不到，毕竟你之前对他的态度，他可能是怕你烦他。西西，你要不现在就把他约出来吧，问问他到底怎么想的。现在？对，就现在。司徒，有空吗？有事找你，可以安安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不追安安了？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。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胆小了。自从安安原谅我之后，我想的特别多。我觉得他只是不讨厌我，但也没有喜欢我。司徒硕，你拿出当时追安安的那个劲儿不就行了吗？滴水还能穿石呢。更何况安安只是嘴硬心软，他总有一天会被你打动的。诺，之前是我做错，我总去烦他，所以他特别烦我。现在我决定了，我要默默地陪着他，直到他再接受我。你不觉得我这样特别成熟，特别 man 吗？ Stop！ 你现在怎么这么油腻啊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还喜不喜欢安安？当然喜欢啊。那。司徒硕，安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听到了？废话，今天就是我让西西来的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这么笨呢。你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？你非得让我讲这么直接吗？啊？我喜欢你，不只是不讨厌，而且是喜欢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反正我都已经豁出去了。司徒硕，你现在就给我个答复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女朋友啊！你放手，放！不不。
我学着习惯隐藏起对你的喜欢，可是你忽然的转身就掀起波澜。哦对了，艺术区的票呢？今天可是最后一天。哦，现在就去，走。啊，对了，老板娘，老板后天生日，别忘了。走。哎，我包包。哎，西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吴西城的生日啊。这个版本的感觉。这就对了。他应该会喜欢吃蛋糕吧？巧克力的，甜的，要不然还是点一个半糖。预告不是说深夜才有台风吗？不会这么早吧？我们花颜美妆这一次在东南亚深受消费者的喜爱。中国化妆品行业大概有多少家企业？整个行业的发展到了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？中国化妆品产业的发展环境是怎样的？全球著名的厂商品牌有哪些？我先回家了，天气不太好，你记得早点回来。顾总，家人有约啊。继续吧，今天早点结束。嗯，好的。目前的整个渠道特点以及渠道比重，导致了渠道体制的飞速发展。系统总结出，按照现在的发展情况，我们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全面拓展消费者的消费渠道，打开更为广阔的市场。这些应该够了。不会台风真的要来了吧？还是打车吧。别闹了，南宫，别闹了，天气不好，我送你回家。别碰我！小心碰坏了西城送给我的礼物。南宫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在我18岁的时候，西城特意给我挑选的礼物，好看吗？哎呀，戴了整整7年，我一天都没有摘下来过。南宫，你清醒一点，这不是顾西城送给你的，不是的。啊，说的对，这不是他送给我的礼物，这不是他送给我的，他心里没有我，他心里没有我，我再也不要跟你。南宫，我再也不要带着他，我再也不要带着他。南宫，我的手表呢？手表呢？我的手表呢？我的手表。我的手表，手表，我的表，表。南宫，表，够了，南宫，你够了，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我呀，你帮我找找我的表，我不能没有，我带来整整7天都不能丢。我呀，求求你了。好，我帮你找，帮你找。快快快！
西城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，你心里是有我的，你是爱我的。南宫，你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，不要想了，啊！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西城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南宫，你对西城的过去一无所知。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心里藏着的秘密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。你走不进他的心，得到他的人又有什么结果？西城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一辈子都不会。南宫，你对西城的过去一无所知，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他心里藏着的秘密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。你走不进他的心，得到他的人又有什么结果？西城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一辈子都不会。别乱想了。都是南宫在胡说。镇定一点。今天是西城的生日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奇怪的癖好？所有东西一定要双数。他看着舒服了，但我还是有点别扭。打火机，打火机。12:30登陆，请各单位及广大市民朋友做好防风防雨准备。喂，老大，恭喜你18岁，出来给你庆生啊！好啊，在哪个酒吧？地址发给我。你认真的吗？大风大雨，你真的来找我？当然了，我的副总盛情邀请，我怎么可以拒绝？定位发给我，我去找你。啊，我吧在。那个什么不在啊，我行了，好好陪你女朋友吧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哎呦，你真是我亲哥。哥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过去帮你庆生了哈，
明天、后天、大大后天，我连请三天给我亲哥赔罪。今晚就放你跟我老板娘。闭嘴。西西，你在？